Bernia， 怎么样？虽然花费了一些时间，但结果还不错。不过在成功骇入的一瞬间， Bronya 就感知到了一种不属于自己的力量。他们在电梯的控制程序中可以说无所不在，这部电梯毫无疑问是一个陷阱，但我们又别无选择。幽兰戴尔，你怎么看？既然对方有意迎客，那我们不妨就看看他的葫芦里有什么药。果然比起从长计议，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喜欢单刀赴会呢。如果会被一部电梯难住，那么你们也没有直面凯文的资格，这恐怕就是对方的言下之意。明白了，那我们就尽快出发吧。希尔，拜托你留在上面了。交给我吧。马上就来了吗？怎么了？开始下降后，电梯就被一种力量裹挟，越发脱离了程序的控制。原来如此，周围的空间又开始扭曲了。果然在到达深坑底部之前，我们还要面对其他的考验啊。嗨，别这么紧张啊，既来之则安之，随机应变，车到山前必有路。我就不信这么一方小小的电梯还真能困住我们五个不成。苏生，不要大意。灵感这个嘛。